我们其实有聊过说，哎，这个将来，哎，谁会先走？然后如果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不会哭，我一定会大笑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带欢乐给大家的，对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山猪你就这样子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义翔。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山猪的关心。那我是从礼拜天晚上就知道山猪已经住进加护病房了。那一直到礼拜一早上的时候，他姐姐打电话给我说，他已经要见他最后一面了。当我听到之后，我就赶快去医院。那在路上，我也联系了他曾经的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录影过的封神的这些朋友们，一起去看他。那接下来就像新闻报道的这样子，我跟山猪认识十几年了，他是我演艺圈很好很好的朋友。那一开始我们是在全民最大档的时候就一起录影，那之后我们还一起到了封神无双，一起录影，然后一起拍戏，还曾经当过室友。那山猪呢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心机，然后他对朋友都是讲真话。他曾经在我人生很低落的时候，他也鼓励我很多，帮助我很多，然后也陪我聊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，开导我。虽然我们很爱斗嘴，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，很爱对方的。对啊，我记得以前拍戏的时候，我都会开车载他，然后他就会说，谢谢司机。我就会说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他就会再补一句，谢谢小黄司机。对，我们就是这样子这么闹。而且呢，我们其实有聊过说，这个将来，谁会先走？然后如果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不会哭，我一定会大笑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带欢乐给大家的，对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山猪你就这样子走了，结果我都没有笑，我反而是一直哭。我觉得你在天上一定会一直笑我。但是我很想你，真的，我想说，山猪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你在天上已经没有任何的病痛，你会很开心、很快乐的在上面。那到时候我们天上见。